自己的心结，你只有自己解开。能够为明家昭雪的是你，能够救冬月性命的也是你。若不是冬月闯入我的生活，我的命早已到了尽头。如果我们注定不能相伴到老，就让这笛子代替我守护你吧。大战前夕，你还有心思在这吹笙弄笛？大战前夕，我怕此时不吹，就再没有机会了。胡说八道！把你在回京都之前，不许再碰这个笛子。你以为你贴身拿着，我就拿不到了吗？你若想拿回去，就好好打起精神，从战场上活着回来。你以为我怕的是战场吗？我知道我的夫君一向无所畏惧。你说过，穿越时空，逆天改命，是要有代价的。神鬼之说，本就是虚幻缥缈，哪有什么定论啊？再说了，我最近身体不是好多了吗？你也曾预言，我会死在朱明义，过几天，就是你的预言之期了。所以我要逆天改命。我不仅要改天命，还要改你的命。西月记的台本结局我已经想好了。西公子平安从战场回来，在太平盛世与月小姐相伴共度余生。这结局未免太俗套了吧？俗套便俗套，我喜欢就行。
敬你们。小叔，你怎么了？你们的婚词太肉麻了，害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小叔，论肉麻，我还未清楚于蓝呢。臭小子，若是你以后欺负紫渊，紫渊找到我，我定饶不了你。即便是有大胤军和昊山军的兵力与陆远潼对抗，也只不过是势均力敌，正面交锋实在没有胜算。道乐说的没错，所以我们要避免在竹明驿与陆远潼进行正面交锋。从定远军大营到京都城，这里是唯一的天险，为今之计只有在此设下埋伏，引军入瓮。可是陆远潼要直捣京都城，取进竹明驿是最便捷的路线，怎么才能让他舍近取远呢？冯夫人此言，手上筹码定然价值不菲。临行之前，陛下已为我军备好诱饵。你是想以陆征明做人质，把陆远潼引进埋伏？没错。小叔，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？是夫人的计策有什么问题吗？我觉得计策很好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该来的总会来的。怎么还没来？之后已派出多时。陆远潼若是中计，理应早有消息。陆征明是他唯一的继位之人，他总不能不顾自己亲儿子的生死吧？你们难道忘了先皇为了稳坐江山，妻儿性命皆可抛弃？成大事者怎么可以为了区区亲情以身涉险呢？志侯回来了。报，陆远潼本已率军前来，可在看到人质的时候却突转线路，在竹明驿扎下大营。陆远潼这老狐狸果然不肯轻易就范。我们又回到了初时的位置，正如你所言，又回到了起点。这不会是我们的结局，只会是陆远潼的末路。我就知道这区区鬼头刀取不走你相爷的性命。哦，不对，现如今你已经不是相爷了，你也不再是定远侯了，但我们还是对手，对吗？你可曾记得我当初对你许下的诺言？你坐拥江山，改元称帝，我坐拥一方，自立称王。当时的承诺现在依然有效。看来侯爷把帝位江山看作是囊中之物。哼，要论阴谋诡计，纵横官场，你是各中高手。要是论兵戎相见，你可比我差一大截子。在你跟我废话的同时，大胤军已经把竹明驿包围了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擒贼先擒王，我先让你亡命于此。你敢？你不会杀我？为何如此肯定？
你不会放过在战场上赢过我的机会。此话说得有道理。夫人不愧是女中豪杰，但你可曾为你的夫君想过，即使剿灭了我定远军，你和冯夕弑君之罪不可赎，功绩不可记。即使九死一生，到头来最终还是淹没无闻，你们就没有想过割据一方，友爱相伴，做个快活逍遥的土皇帝？没错，我们确实会友爱相伴，逍遥快活，不过你是没有机会看见。我们杀你也不是为了名留千史。也罢，我陆远潼戎马半生未逢敌手，倒是你冯夕给了我一点周旋的乐趣。我杀你可不是为了乐趣，当年你谋害明家，罪无可恕，我有数次机会可以杀你，但留你到现在就是为了利用你给明家昭雪。今日大事已毕，就算无名无姓，马革裹尸，我也不会跟仇人共享江山。明日战场有你无我。好，逝者不可追，如果明天是最后一战，我倒乐于对手是你。明日战场射箭。明日竹明驿一战果然不可避免，就算明天是命中之日，有你在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等了我好了，我来帮你这个呀，要转正一点。好了，没事，这是我第一次穿戎装，也是最后一次了。什么最后一次？输了。在即，这倒是十分应景了。你只看到星辰陨落，却看不见北斗星高悬。北斗星主管吉凶生死，对他许愿十分灵验。是吗？嗯，只要有你在，我便别无他求。你呢？我有。是什么？让我猜猜，
你不用猜，你也不用着急知道。等大战结束，平安回营，我再告诉你。我军死伤惨重，快抵挡不住了。侯爷、将军，你们先撤。侯爷，我们掩护您退回黎云，退回黎云再说。本侯征战数十载，赢过败过，但从未逃过。陆远潼，大局已定，你不要再挣扎了。你若投降，我会让你死得更体面些。哼，杀得了我再说。今日杀了我，就能改变天下大事吗？不，我告诉你们，有人造反是因为世风淫靡，助长了私欲野心；是因为官制兵制不严，让奸佞小人有机可乘。
腐败朝纲，是因为昏君当道，不思进取。世风淫靡，就去改变世风；官制不严，就去整顿官制。造反起事，全都是凭你的一己私欲罢了。你冯夕难道就没有私欲吗？我再告诉你，自古大业丰功，哪一个不是由私欲而起？我当然有私欲，只不过不是皇位。人有人的命数，这天下有天下的命数，即使没有我陆远潼，也照样有人要夺这江山。根本就没有命数，曾有无数人跟我说过，命数不可以改变，但我和冯夕就是改变了本该有的宿命，事实本就在人为。本该有的宿命，废话少说，给个结果吧。没有。边关捷报传来，我大胤军与定远军交战数日，叛贼陆远潼已被我军击杀，定远之乱已平息。小叔，定远军死伤大半，也有不少被俘，虽然有残党逃脱，不过也造不成威胁。你和子渊稍作休整，就回京都向陛下汇报。经过此次战役，天下应该能太平一阵子了。那小叔你呢？你不和冬月姐一起回去吗？这世上既然已经没有我们二人了，那不如做一对无名鸳鸯。你记住，若是陛下问起我们二人在哪儿，你就跟他说我们早已战死沙场，连尸体也找不到了。
陛下会信吗？不好了，冬月姐她走了。我今天早上来找他的时候，他就不见了。我估计是昨天晚上就走了，而且还在这儿留了封信。竹明义一战实属惨烈，多赖诸军奋勇死战，定远之乱才总算平定。只是这军报书上为何隐去了领军二人的去向？陛下，他们二人已经在战场上壮烈殉国了。哦，这二人如有天佑，一次次大难不死，却没想终究还是逃不过这一劫。你与他们相伴多年，倒是平静啊。生死有命，卑职心如刀割，但也只能接受。
留存于青史之中。但他们所做的一切理应被世人铭记，那么就让我望穿楼主写成戏文流传下去。